可以问一下，我可以帮你问一下。哦，系列包。如果没记错，不过我记得他应该把它丢给神，不过也差不多了，就是神帮他卖，不是神跟他收。神现在大部分都是帮忙卖。那刚刚有一点乱，手机好烂。算一秒，再见。那我今天看他能力就好了。从出手，从出的可悲的东西。嗯，就是可悲啊。情侣只剩情侣只有用，其他都垃圾。这影片不能太潦草，就是因为 Danny 想看，结果他先回家。哎，这次系列包多少包？30包，系列包一直都30包 ，OK。很美，那是强。头可能比我强，很弱。哎呦，一定有比我强。没有啊，你才是最强，你只是在装。那就是在装。你会装弱，然后哇，垃圾。你包装没有别人，然后扛掉，我开始打工，我就被吸过了，并没有，全都是垃圾。我发现还在胡言乱语，我刚才被吸到脸，还在胡言乱语，我发就这样子。对，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边你碰我一下，我不行。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你是你听说你造死不洗手？有，这个有双面的，有些有双面的。真的啊，这个是抢的，这个是抢的，对，这个是抢的，好东西就对了。太强了，好猛，好猛。那个是抢卡就对了。对啊。OK， 哎，这个闪的，哦，这个图好看。OK， 没有黑炭，没有黑炭，等你开到啊。约格莫问的黑炭一定是要自己开的，就这样开到鞭炮，鞭炮，欧米纳斯五的，你买回家给你吗？有啊，那一定是开的不够多，哇，倒在地上，还没开完，怎么倒在地上？是他倒在地上，又还没开完，是因为倒在地上。可能需要个剪刀了，打不太开。上剪刀，柜台那边有。有吧？这家店大概有18点。卡片必备。有。乐色。怎么了？你现在去战斗？没有啊。哎。哦，秘籍。没有，不是秘籍。阿卡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是秘籍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情侣。酷。这是阿卡。酷。我放哪里啊？这里好。好。大家都垃圾。好猛！来，拍什么？就是开了，就是到时候还要传给朋友看。是阿卡，巨珍包比较需要拍啊。没有，他只是想看而已，就拍给阿卡。这秘籍，这秘籍是秘籍啊。好，秘籍，剩下都是 ESU。OK， 垃圾。有许愿呢？来，心中默念。将中成为你强大的力量。我绝对会抽到的。我哪次没抽到？哦，你这么说好像也是。哎，这是什么 ？The List。The List。哦。这是阿卡。凤凰。哎呦！好滑。阿卡，哇，只有一张阿卡，倒在地上。通常是一张啊。哦，所以刚刚四张是不正常的，原来是这样子，你早说嘛。
速分析。先速一下啊，这是还没开吗？还没开吗？还捏还捏。哇 ，Andy 想要的。啊，你有？你有啥？我没有。我怎么会有？啊，你不会干嘛去了？他等他有再出。啊？还没签名。不过我记得还没有。还没记错。哦。小时候那个颠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有，你刚才抽到过一张啊？刚刚有吗？有，你刚才抽到，在这里啊。好，那看来是都是垃圾。要来了吗？雅吹下，要来了吗？来一张雅吹下。我们都被阿莎洗脑了。嗯，我们变成菲瑞密探。我们是极客师做出来的，极客煞做出来的朋友们，极客煞。这个系列包怎么感觉没有很威啊？但是他回来之后就会出现很大问题。他只是在为你后面的做蓄积。嗯，怎么样？是吗？就这样。强的。如果练 OK， 活到他回来 ，OK， 日常发挥。很好，这样就不存在任何尾刀问题。对啊，清光光，一干若净就不会有问题。怎么办？都只有一张阿卡。啊，这个是蹲的越低啊。怎么会这样？跳的越高啊。哪里？怎么会这样？蹲的越低啊，跳的越高。有时候你是要重要的东西，你多了一些废物没有用。这么说也是有道理。没有来个猴子。猴子当中。所以这就真的只有受限可能到。对啊。我想要猴子。然后开始许愿了嘛？我突然想到猴子，我没有猴子。那没办法，树很少。树。这个美术风格好可爱，有个大眼仔。特殊框，特殊框啊。28号就来了，28号就来了。什么东西？就钱了。好，要不要先找？不然到时候有人截胡。找什么？哎，邪君押金后面不是会有个小的吸？对对对。对啊，截50张。哦。哟，这是什么？底吸。这是旧的，但是它新。你还同学，你要进厕所了？啊，人出来了，你要进去。什么 ？Andy 怕什么东西被截？我不讲就不会截胡。你就截胡仔。啊，我被你截胡。啊，哎、欸，这是也是旧的，有历史。我被 Andy 截胡。哦，海梅利，失去了这个那个国球建筑。对，因为 Andy 太强。哇，这样4张哎、欸，好屌。猛了，价格太猛了。反正现在能把结界变死。到底在搞什么？猴子呢？这种框的好看。然后你有泥之心。哦，现在都有特殊框，他把以前系列的一些特殊框放进来，就这只是打到他们打群越去了。所以也是所以以前那些系列特殊框都会出来。了解。这并不是那个还要留吗？没有任何好处。哎，啊，这没有任何好处。这也是留历史。对面的王在场，那个，我觉得代价不是猴子呢，不会吧？我想要的是猴子，猴子特殊光，可以看一下，可以期待一下。代价是对手的火光，像那个海盗，并没有，你的王已经不见了，他不会回来。请不用担心，会回来下一场，请不用担心，下一场，下个龙就是这只恐龙。怎么了？这恐龙怎么了？然后他也是一个主流的王啊。啊，我体验过啊，我的对手受不了，他下一幕不控制我，然后用我的 P 把我的王一定要默库得进到
完啦！上次问哥用他的音乐去控制我、啊，然后就把他选个二七五升天。你先去抽一包，就升天。你不抽一包，你就没有办法吸收。火花吸收，这也是阿卡。吸收火花，哦，再一个秘籍。吸收火花。安迪就是吸收火花。对，安迪都在演啊，安迪都在吸收火花。太可怕了，被两击中。Andy 为了不抽包一直装，这个没有用，那就丢了吧。感谢。可是那个只是普地不是吗？可是也很好看啊，我就是看美术图这样。我看，毕竟是这个系列，美术总监，对吧、啊？没有了，那会摔，克罗萨会摔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用量极小。那我就收走了、哦。就是近代只会不能用。收藏又有签名的。近代只会用0.5，然后先驱只会用2。然后这样黑白猫一直爽，那一直爽太卑鄙。黑白猫一直叫过，怎么都只有一张啊？被别人爽，因为别人搞什么、啊？抽下了黑白猫，我直接被爽死。一张 R 是正常的吗？正常。他前面死掉的时候，我全部都回。那会不会太爽？哎呀，没办法，就是。这次他们就是全部大家一起去进攻菲瑞克西亚的那个。他进菲瑞克西亚进攻所有。哦，他进攻所有时空。现在菲瑞克西亚是最 OP 最 OP 的存在。嗯。好、啊。直接不见。啊！到处玩化别人。然后，当我以为他已经够爽的时候，到处玩化别人的土地。没有投降。放心，这都是要套的吗？然后，当我以为他够爽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还有全家不灭。”哈哈哈！我无法思考我要怎么赢这个游戏。这是闪光闪秘籍，你被吸收了。闪光被吸收啊！没想到打了之后也可以被吸收，被别人吸收。没有，我没有被吸收，早就被吸走。不过你就吸走，并没有。确实，你不要讲话，你先去说吗？你先去说吗？可是我拒绝，你拒绝，你没有拒绝啊，你没有拒绝的余地啊，你打魔风就是该输啊。哎、欸，你这个系列你有想要什么吗？是先做，没有其他的，还有一些天使。哦，哦，大概就这个路线。我的猴子呢？猴子搞在巨针包里面，巨针包中猴子比较强。为什么？闪的，闪啊！闪的哦，听说有编号。Andy 都哦，哇哦！你这么一说，那感觉要来的。有了，有了。Andy 不能只出一张嘴，也要参与。嗯。这个是什么？没有。啊啊的，新的。都是巨针的，都是巨针的。我怎么感觉这个系列盒不咋地啊？哦，你只抽巨针。问哥来，问哥只抽巨针。这个系列盒怎么感觉不咋地？像那个在巨针里面才有问哥需要的。秘籍什么？有卡片。那是因为我就是怎么会这样？问哥在装路，猴子呢？因为你停了，你没有继续跑啊！因为你停了，你没有继续跑。突然间逆袭大爆发，几乎包包都逆袭。没有 ，Andy 先去开再说。那肯定是没办法，我只是倒在路边了。你已经倒在路边了，你开完还是倒在路边了。对啊，所以公开了。不对，你开的时候可能会站起来，所以你要开。开了就可能会站起来。没办法。又在骗。哎，你不能这样。哦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欠着。哎呦，可是你的是闪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闪。哇，那你不是收了闪的？哦，你要补的闪。他闪只要400，那很便宜。对。我昨天看他6倍，就很痛苦。看一下。你好像你每次要我都抽得到你。好像真的是这样子。哟、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就刚刚那个变成闪卡，这是 R 的。好像是恐龙出的样子，这个系列很多恐龙是吧？有恐龙，他因为跑到那个、啊、地下蓝就恐，地下蓝就恐龙。哇哦，好酷哦，可以复制这个咒语。哦，而且可以改那个对象。嗯，对啊，猛的。
三张特殊啊，这也是啊，三张编号呢？编号在矩阵，是你开矩阵才开得到编号啊。哦，是这样的、啊。你在开不到编号的地方，你编号，许愿许做。这样子。这总会有，这总会有猴子吧？怎么我们连个猴子都没有？我怎么觉得这一盒开的不咋地？现在不错吗？你确定吗？感觉不错。你等下再帮我看一下。你今天应该有带卡了吧？所以我买肥包。啊，我得没关系，现场整理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就这样吧。这看一下这密西有啥？看总共几张？我收到我一局。应该是不少，应该也要放。哇，最好就劝阻我一把。还没，我要看矩阵的表演。对，十一不错，好像不咋地啊。很好啊，后面就不错啊。